我想去看海，那个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等着我去告别，也许这样一切就能重新开始了。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知道，你想要的不是那个房间，是家。我把家还给你。你说你只要赚够钱，你和你妈就会离开我家，对吧？我也想他俩分开，咱们是一路人。我们父母没有领证，但是大家都觉得我是你哥哥。如果我们能一直这样在一起就好。如果你喜欢，以后我们就每个月每一周都来这里烧烤。我说的是我们